将军区农会伫今仔日十一月十二日上午九点半，在农会农民活动中心广场办理111年青农农产品行销展售，加热血新江农情的公益关怀活动。活动内容有青农农产品展售、农会伴手礼展售、家政事件会成果展、公益关怀、加音乐盛宴等活动。将军区农会总干事林彦良表示：“今仔日哦，是阮农会哦举办着按哦将军青农诶这个产品展售会啦吼、哦，啊，这就是要展现着讲哦按农会哦辅导这些青农回乡哦所有的成果啊一个展示活动哦啊，希望大家会当来遮。”哦，来甲因斗鼓励、斗帮忙，啊，嘛甲因哦，来甲因支持，哦，希望大家来踊跃，啊，来甲因斗交关，啊，使得咱的青农更有信心来充实农业之地。哦，感谢大家，谢谢。农粮署南区分署长罗正忠表示：啊，今日真欢喜吼，来咱将军农会遮参加这个活动吼，啊，即下咱将军农会针对咱这少年人，希望伊倒来农村。从事咱农业的生产吼，啊，大量咧辅导。当然，阮农粮署吼，嘛针对这方面有真大力量，希望讲能将咱农村啊活化，让咱这只个讲活力吼，更加提升。啊，今仔个活动其实就是讲将咱这只个青年农民等下咱故乡了生产的这只个农产品吼，做一个销售，啊嘛好，咱所有的消费者了解讲。咱青农伫奋斗的过程内底，所生产这只优质的农产品吼，是遮尼啊好，遮尼啊多，啊希望讲咱的消费者吼，多多来采购咱啊将军地区咱这青农生产的这只农产品，啊希望讲这个活动今仔日吼，会能圆满成功，感谢。今仔嘛在市集中访问到青年农友，咱一同来看。那个我们是为在麻豆那个。北市里嘉年帮1至6号的麻豆木木果园，我承接那个我阿嬷的果园已经有20几年了。那之前的话就老张的话就是有在生产，那我们的水果主要是麻豆老张文旦，然后还有那个大白柚跟那个西施柚。那我们的那个白柚的话就是。一箱是800块，然后西施柚一箱是600块。那在我们这个位置的话，会比较，土质是比较黏的土壤，然后它的甜度都会比平均的来得高，那所以就是跟其他的地区会比较不同，然后比较香甜多汁这样子。那我们的。欢迎跟我们提前预购、我们的联络电话是0963487880，那麻豆木木果园林小姐，对，然后也可以加 LINE， 我们的 LINE 是 FIONA， 可以那个跟我们那个联络，然后欢迎那个可以预定明年的麻豆老长文旦，然后现在也有那个生产的大白柚都可以的。那大白柚数量有限，那个，存量不多，对啊，因为已经到十一月底了，对啊，它应该到十一月底就结束那个销售，对，好，可以了吗？可以啊，你推销你们的农产。大家好，我是安定青农，我们主要产品。是玉米水，我们有安定是主要是生产那个芝麻，所以我们会做那个芝麻香肠出来展售。然后我们有种一些那个竹笋，然后我们都会做一些酸笋来加减卖。嘿，第一步啊，没有紧啊，我们还是主要以务农为主的。嗯，伫遐诶青农诶遐诶摊位。这是高丽菜啊，迄个红萝卜啊，花椰菜啊，那迄个个老田，甲教阮迄个个教阮农会迄个菜叶的。这是无农药的那个隔衣菌粉，这是早期的太白粉，现在这个很少见的，所以比较天然，它可以勾芡。然后早期的就是会泡水来喝，对，然后那边还有那个艾草，
还有栀子花，还有兴趣的请到那个是将军农会，是我们学校跟世监会合作的，然后因为我们是作业组之一，所以我们有采收的芝麻，然后我们把它做成手工饼干跟芝麻蛋糕，然后因为配合这个活动呢，当然我们也是把这些义卖，我们有没有看到一包30，2包50，我们的做的家政老师都比较秀宝，他刚才还有抱怨了一下，哎啊，真的很好吃啦，请各位如果有机会的话呢，多来我们将军，尤其是将军国中，我们会有好吃的这些东西给各位吃哦。你好，我们是将军消防分队，那我们今天要宣导就是紧急避难包。那紧急避难包就是当我们有台风或地震来的时候，我们可以准备一个紧急避难包，那里面有很多我们用得到的物资，包括我们的食物、矿泉水，还有我们的日常用品。我们可以看一下我们避难包的东西，包括我们生活会用到的手帕、毛巾、手电筒，还有我们的饮用水，还有我们的日常用品，这些都可以放在我们的紧急避难包。那我们有需要的时候，当灾害发生的时候，那我们就可以有足够的生活用品可以使用。希望大家呢能够都在家里自己准备一个紧急避难包。好，谢谢。18岁以上的民众可以当做那个艾滋的筛检啦。对啊，还有那个45岁到79岁的民众也是一辈子无私的做免费的 B C 肝的检查。就是让那国健拢会这个活动，希望讲大家健康平安的。将军区农会总干事林彦良指出，为了活化农村，改善农耕人口的老化，近年来农会执行农委会幸福农村推动计划，辅导青年农民推广精致农业，甲设施栽培，增加农业的收益，并于106年分别成立青农蔬菜产销班，甲青农联谊会。吸引50位青年农友加入，带领青年回乡从事农业经营风调。本次活动由青农提供蔬果、苗栽等农产品参与展售，展现在地青农辛勤栽培各项优质农产品的成果。希望各界加以支持和鼓励，更加希望更多少年人回乡从农，改善农村人口老化结构的问题。以上是大北门新闻网报道。